你这样土法炼钢是没用的，跑得快就跑不久，距离长就跑不快。你可以上网查一下间歇跑训练，快慢交替练习，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你的速度、爆发力，还不会受伤。这是来自于一个好邻居的真心建议。请问说矮吗？还没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提供你间歇跑的相关资料。不用，我不是要比赛，我只是为了实验。至于你被开除还有几天，关你的事。那你被开除之后？ 有什么打算呢？我会找到实业。那如果你因为没找到实业被开除了，我再说一次，不关你的事。继续努力是吧？就看是你的努力跟我的努力谁比较有用。你在干嘛？ 这个是，我看你们是在进行某种工程，对吧？高先生，如果共用堂台，你要施工的话，应该先知会我一声吧，获取得我的同意。为什么自作主张破坏环境，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哦。哎，杜小姐，基于守望相助，友好的邻居之责，为你施工一些让你能够安心的工程，也是应该的。等我完成之后呢，你就能够看到我努力的成果喽。 我管你是不是在努力啊！你把自己弄得很乱呢。喂，你有必要一开始就责备人吗？你态度有必要那么差吗？杜小姐啊，你身为一个快要被 fire 的人，我建议你早点回去公司。我们家高先生呢，要照你的话努力，你就让他好好自己的努力，好不好？ 我是不会帮你联络岳方哥。不联络就不联络，凭我高天硕还需要你帮忙吗？好啊，那你加油，我很期待。还有，你们应该把我的阳台清理干净。另外，从今天到以后，你们都不准跨进来。还有你，我处理他，你去联络罗月芳。怎么联络？要加入黑社会啊？管你是要加入黑社会还是找他们来追杀你，随便你。 上午就在施工这个，好吧，对不起。我向你除了道歉之外，还一个道谢吧。以后请不要越线啊，任何形式的越线都不可以。另外，我还会把这一条分隔线做出来。我说要分隔，他做好了。 邀功，好人。我是不会帮你联络岳方哥。不联络就不联络，凭我高天硕还需要你帮忙吗？好人，好人，好人。嗯，谢谢，高先生，谢谢你。那好。